问问你，专注项怎么走？我还有海默症，这得激活海马体跟大脑皮层。你有老年痴呆？跟老板，你真的挺有意思啊！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哎，是有点吧。我要去上课了。我陪你去上课吧。啊？可以旁听吗？你不怕无聊啊？你妈，你别笑我。中天娱乐台《天才基本法》。